哎，我这地方这个光线太不好了，一站远了我就贼黑，这样近着看我是不是白一点啊？好不容易调整了一个比较满意的角度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刀，永远在买买买，永远在踩雷的沙雕美妆博主，是我。今天想来拍人生第一只大牌包包选什么？一说到人生第一只大牌包包这个选题，大家脑子里出现的全部都是什么 LV Neverfull 啊， Chanel 2.55 啊， Chanel CF 啊，全部都是哎，这烂大街的款。作为我的粉丝，我怎么能让你们去背这烂大街的款呢？还是不要老和别人撞包了，凸显不出咱自己的品味了。所以我今天想给你们推荐一些又好看又潮流然后又保值，非常非常适合做人生第一只大牌包的包包。 Burberry 的这个听不懂我发音的看字幕啊。后期表示我好像没听懂你在说什么。这只包很潮吧，基本上在所有的包包各种野榜啦、官方榜啦，它都有过一席之地啊。想要买到一只超级难，你去 Burberry 的专柜问他有没有 pocket， 没有。我这只还是软磨硬泡等来的。先给你们看它的容量啊，其实它的容量是挺大的，虽然它扁，但是它里面的空间是这种四方形的，外形的设计呢是皮革和帆布去拼接的，特别特别的高级，有那种英伦复古 feel 啊。要拍这期视频之前，我把 Burberry 家出过的大热包包全部揽了一遍，没有我的 pocket 好看。我背上身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把衣服脱掉斜挎它一下，看有没有很减龄的感觉，背上它就有一种青春少女学生妹的气息。哎呀，好可爱哦。虽然它是 Burberry 家的包，而且它还没有过万，但是它其实挺保值的，不像有些那种几大万的包上来就砍掉，一般。第二推荐的是 Chanel 19，它是这种软型的包。如果说你作为人生第一只大牌包来入手的话，那你一定要选择黑金搭配的，最经典的颜色，往往是最保值的，也是最百搭最实用的。我这只黑色它是一个中号，小号我有一只雾霾蓝的。你们要想实用性更强的话，我推荐是买小号，你平时要装的东西全部都是可以装下了，也比较好背，不会显得那么笨重。中号呢其实并没有比小号能装多少，但是你跨上的时候没有小号看着那么轻巧。小号也是整个19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型号，尤其是黑金色的小号简直是一包难求。19的价格呢差不多也要4万左右，而现在的 Chanel 家的 2.55 CF 差不多应该也都是要这个价格，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们还不如买一只大热的最火的时下最潮流的19呢。我预测啊，它很有可能会成为香奈儿的下一个经典。背上身给你们看一下，手臂挎着也可以，单肩也可以，手臂很细的姐妹的话你还可以这样子把它当一个腋下包背，但我就不行了，咱这粗壮的手臂不允许我造次。最后一个 Prada 3-in-1、这是 Prada 家有史以来出过的我最喜欢的包。好像蓝色和绿色衣服放在一起有点奇怪啊，我去换个衣服。我所有买了 Prada 3-in-1的朋友全部都真香了，看是不是现在最火最流行的女团 style， 瞬间这酷感就出来了。它是这种尼龙材质的，防水的，就你出去露营啊，去野外啊，下雨都不用担心，随便淋随便造。它这种肩带设计的又非常宽，就算是你是光膀子的时候背着的话也不会觉得勒肩膀，你要是背皮的话可能还会容易出汗，但是尼龙的并不会。前面的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小的零钱兜，你可以拿来装口罩啊，装零钱都很方便。里面还配有一个这个链条的这个肩带，你把这个链条的肩带挎上，立刻就会变成一个腋下包，出去买个菜啊，散个步啊，直接这样拎上挎上就走了。我个人是觉得比 Prada 大热的那个 Hobo 吧，是那样读的吧，好很多。它其实就是一个 Hobo 啊，多了几种背法，但其实并没有加多少钱。再大胆预测一下，这个包应该也会成为 Prada 的经典款，所以投资一个还是值得的。我反正是认为啊，你要买大牌包的话，你老考虑那些经典款太容易和别人撞了，其实可以适当选一些非常潮流流行的款。就是我给你选的呀，夸我。